竟然会落到今天200万人不够，我们恐怕要100万人才够。所以我知道了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站在这里，不是因为我们在帮什么人争取婚姻的权利，帮什么人争取成家的权利，我们所有人站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我们自己。我们要争一个尊严，我们要为我们的性倾向争一个尊严。我相信这个是，只要现在在台湾的所有的人，当我们发现自己是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的那一天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们都会遭受到自己内心里面各种自我怀疑、贬低，觉得自己是不是哪里出错了。而我们要争的，我们要争的，就是有一天出生在台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公民，他们出生下来，当他们发现自己喜欢上同性的时候，他们内心不会有这么一点点一丝丝负面的感觉，而是会觉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爱情是一个这么这么美好、这么美好的感觉，我们会拥抱这个感觉，而不会被那些负面的感觉。我们在争的就是这个，而现在的专法，无论是国民党团、柯建铭还是黄，他们要的专法，就是持续的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被隔离的动物，我们被隔离出来，我们不配，就是要践踏我们的尊严。所以大家，我们团结起来，反专法，反专法。我们不要施舍，我们不要施舍，不要施舍，我们就是要婚姻平权，婚姻平权，生命法，生命法，婚平权，婚平权，大家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，不要放弃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毛的师姐，谢谢大毛的师姐。接下来这一位，接下来这一位，我另外一半是在花莲落地生根的。对，花莲师承选举，我们掌声欢迎苏伟琴，谁的压力大？苏委员在2006年的时候就在立法院举办了公听会了，他针对婚姻平权这件事情已经支持了10年。有没有诚信坚持10年，是不是值得？